把衣服往上折一折，长多少折多少，选择自己喜欢颜色的线，用平针先缝底部的上边，注意每一针的距离都差不多，如果距离不一样，缝出来的效果不美观哦。上面缝好以后，再从下面用平针用同样的针法往前缝，两行平行线缝好以后，再用针尾把这两行线缝一块。我觉得会有姐妹问，为什么用针尾穿线呀？现在我就告诉姐妹们，针尾不是尖的，避免穿的时候刮线，针尖太尖了会刮线，所以得用针尾。这个毛衣改短的针法是不是很简单呀？如果哪里有不明白的地方，一定要评论在下方告诉我哦，我有时间的时候会回复您，但是没有您的支持是真的不行哦。您就照着屏幕点两下，给我个免费的小爱心，谢谢了姐妹们。这是缝好后的效果，也可用于袖口改。